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遇到过，一到秋冬季节呢，脚部变得非常干燥，严重的话还会开裂。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很有效的缓解脚部开裂。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如果你经常被脚后跟脱皮开裂而烦恼，那安姐教你一个土方法，轻松解决。首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，往容器中倒入适量的纯牛奶，然后再倒入一瓶盖的白醋，接着往里面挤入维生素 E， 把几者混合起来，搅拌均匀。然后我们准备卸妆棉放进溶液中浸泡。平时脚上有脱皮开裂的这种症状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泡好的卸妆棉敷在干裂处。牛奶有很好的滋养滋润作用，白醋可以软化角质层并且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再加上维生素 E 可以更好的修复滋润，只需要敷3天就可以有效的缓解脚部开裂的现象了，效果很好，大家可以试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妙招帮到大家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，记得关注我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